近年在香港好像很少见到张文慈的踪影，原来他大多数时间都去了内地拍戏。日前他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说想回来香港做事，不是在内地拍戏不开心吗？我觉得大陆拍戏好辛苦。为什么呢？冻会冻死，即是零下二十几度做人旗袍，热会热死，真的人民币真的很难赚。那你最近的感情生活又怎样？暂时我想快的了，我想快的了。应该会觉得白丽人追求？不是，但是应该差不多了。差不多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有追求者的。未有。未有又觉得差不多？未不是追求者，应该有，即是我未有真的觉得是的咯。但是我相信都是咯。追的应该有的，但是看的就屈但一线觉得差不多了。是，屈指一线差不多，你快点了，所以不想做情侣。